大家好，我们先来改一下这个武器啊，这张可能会比较难打。然后，这个九龙的话，这个猛毒他，哇，这个武器给他改造一下吧，15段改造了，这改完之后多恐怖，哇，达到7000多啊。然后这边有一些加成，这边是医院减30，地形效果，这是 CT 补正，或者命中率已经够了。加这个必杀吧 ，CT 就是加必杀补正，更恐怖。那多尔文的话，这一张就是高达了，高达系列这一张比较难打。那高达的话，有一些机体没改装啊，所以有些难杀。我看一下，啊，甚至这些没红色字体的这些，待会都会穿上。这个改装这一次还没改。啊，钱的话可能也是。快不够了，飞龙高达确实很难杀，这些人物都太弱了。好，是随便改一下吧，不然不改的话更难杀。因为这张的话，随便一个人死，他就游戏就结束。好，我们加了运动性，还有这个飞龙高达，这是可能最垃圾的。给它改就是耻辱。好，也加运动性，还有这个重装高达，给你加一下，这个应该够了。好了，就这样，没钱了。啊，这张刚才题目按快了，直接跳过，没事了。我方阵黑机被击碎就输了，所以特别坑。好，我们分散开来打吧，分散开打，燃烧钱。最好使用一下精神，这样子的话，回避力就接近100%了。啊，这样子安全多了。一人一个位置啊，就是这样。啊，这边的话还是让这个来吧，多尔文还是比较厉害的。重装高达可以下来帮忙那一个。那杂兵打得很吃力，所以这些机体真的都特别弱。还好刚才有给他改装了一下，不然这一张真的不好打。只靠多蒙一个人也不行。好，这边轻松解决。其实我刚才应该来辅助上面这一个。燕子也挺惨，全部都打他。究极模式，赶紧来掩护啊！这一下都快死了，赶紧逃！电子勉强才能，哇，这个还能使用地图炮，这只也算是 boss 他们当中比较厉害一点的玫瑰高达。要打好几下才会死，那个武器攻击确实挺弱，敌方血太多了。他们都会究极模式啊，这是机高达系列的一种特殊能力啊。东方不败，待会要跟他彻底了结。
我方的援军不来的话，这些人肯定会死得很惨。闪光剑又出来了啊 ！BOSS 出来了，左右两边两只 BOSS。好，我们超级大战舰来掩护了。利刃也可以出来，宇宙骑士系列。好，我来了。这些家伙可以去休息了啊！好，现在这个作战目的已经改变了。我方死一个人没事的，死一些其他人，但多门绝对不能死。这些人物可以死，但多门绝对不能死。重肩摔，哇，很好，挡在他那。好，给他补一下血，快死了。假牙现在都派不上用场。待会东方不败也要出来了，跟多门做一次了结。这变成究极模式，杀伤力有提高一点。好，坐起来吧，让你们休息一下，换人了，换人打。魔神力量还没发动，多本还是下来吧，别去冒险，他也不怎么厉害。最后一招那个什么如来神掌啊，不是，感觉像如来神掌啊，那一招就真的厉害了。就是最后跟东方不败打败东方不败之后习得了，好像究极招式。扔这个扑克牌，一万五，两下他就死。那对方也是远程射击型的，这下装甲肯定比较高了，那么厚重。看一下，狮王争霸高达。装甲1600，这甲装甲肯定弱，1300。哦，对了，我现在这个武器攻击达到，哇，
卡18000。这武器改完之后打7000多。我们这个天之雷嘛，武器改完之后也才7000啊，打7000多一点啊，打起来的话，这真的是太恐怖了。我去，还被他先制攻击。好，继续打。爆炸。东方不败，快出来！直呼老夫的名字，对师傅的态度，没错，他就是他师傅，我不会再称你为师傅的。这个恶魔高达又出来，看我的如来神掌，没击中。多文还是被虐。还打不过啊？那一架是他哥哥吗？还是什么？哇，明镜看见滴落了一滴水啊，这个也是人物的一种特殊能力啊，他习得之后好像又多了一个大绝招，究极绝招。塞尔王牌，塞尔王方牌，大撤了。10000多，厉害了！超级模式，真正的超级模式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超级模式特殊能力，还是没有啊。那重新打的话还有。好，这边就交给九龙来了。可以休息了，甲也回来。那些武器的杀伤力改得这么高，手段改造完之后，他这些都使用普通招式都能上万。视角，这 boss 没有给他致命一击，其他的倒是一直中。
尊者高达，暗黑神招，东方不败在到后面也会再习的一个招式。姿势还挺好，这次至少也得15000以上，没有自律一击啊。哇，14000，没有必杀还是不可能。全部防住防护罩，我觉得这 boss 有防必杀，不然怎么老是必杀不了？哇去，被躲过了，不是躲过，是被他那个人物特技用剑切给挡住了。直接抓破。这招他就挡不了了，格林炮他挡不了。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？哇，九龙有掩护攻击，这一次真的会死得惨惨惨。最后一击交给甲安，死吧！啊，又出来了！这次真的真正的结账，他们都复活了。所以多门绝对不能死啊，他现在也恢复了神光分身啊，现在是真正的究极模式神高达爆热神掌，这个才是真正的绝招。好像还有一招啊，爆热神掌好像还要厉害，好像
蹲着高达还是交给九龙。那这个的话，我们使用一下集中，保持不死就好。小孩命中率好低。5600还可以啊。哇，又被那个了。看一下我们的新招式，神高达，对啊，手臂上有那个标志。哇，这么厉害！谁能打这些小 boss 都打得这么吃力？哇去，不是吧？致命一击，这不是要死的节奏了。这边部件可以恢复，忘了我都有带那个玩意。我要使用小刀了，不然等一下又被躲过，又被他那个剑切给挡住了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，哇，我是啊，这是真正的大决战。两只都跑，哇，这宇宙骑士啊，细节。好，我们这一章先到这里，大家拜拜。